老教授人家跟我说，父母不能跟你背，将来的时候你得自己得养活自己呀、啊。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的，没有老师教，我自己我得压学，我不会比你差。确实，在我那时候很低谷的时候啊，我连我都可以这样的，我你那一时的困难还有啥的？跟他在一起，生活不会那么平凡单调的，即使有困难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克服啊。现实有时是残酷的，既然命运不让我走平坦的路，那就只有另辟蹊径，去寻觅那属于自己的幸福乐园。这是谭纯慧多年前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的一段文字，短短40多个字，却是谭纯慧人生的真实写照。1963年，谭纯慧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还没来得及体验新生命带来的快乐，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。我全身像面条似的，哪都是软乎的，而且呢，就是摸我的脑袋，就像那个气儿不足的皮球似的，活不了一岁，甚至于连户口你们都不用给他算。谭家父母并没有放弃这个特殊的孩子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小纯慧抱回了家。出生时，谭纯慧的体重只有3斤多，又软又小。为了照顾好儿子，父母费了很多心思，想了很多办法，就是把那一只碗塞到我身体，然后把手插你拖着我，抱着我，因为没人敢抱我，你一抱你不是把哪儿抱折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好的，早上起来发现奶什么地方折了，咳嗽一声也折，打一声喷嚏也折。因为人家递我点东西，我伸手去拿去，东西没拿着呢，胳膊不行了，这空中就折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小纯慧艰难地成长着。童年的记忆里，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，直到9岁的时候，一家人才彻底搞清楚谭纯慧得的到底是什么病。他的全称叫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症，因为在我9岁之前，这个病国家没有确诊，我是咱们国家第一例。老教授人家跟我说，回去以后吧，你好好学习，你父母不能跟你背着，你将来的时候你得自己得养活自己呀。成骨发育不全症是一种由基因缺陷导致的极易骨折的遗传性疾病，患有这种罕见病的患者被称为瓷娃娃。没有特效药物，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手段，9岁的小纯慧已经明白他的一生都要和这种疾病共处。父母带着小纯慧返回了锦州老家，看着失落的家人，小纯慧却表现出了他那个年纪少有的坚强和乐观。因为他心里明白，虽然不能战胜疾病，但是他仍然可以活出精彩人生。他一个院里孩子人家都去上学了，也不跟我玩了，和我那些小伙伴们讲，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就是没有老师教，我说我自己我得压学，真的，哎，我说我不会比你差。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父亲用新华字典教我汉语拼音，后来我就自己找到一个办法，我听收音机听广播，过了一阵子报纸就来了，哎，我父亲啦，我哥哥姐姐啦，我都会告诉我记那段话得哪儿的，那他们就告诉我从哪个字开始到哪个字结束，那这一下就能记住很多字。在自学的日子里，谭纯慧最担心的就是骨折。如果骨折两条腿骨折吧，还勉强还行，你这样如果两条胳膊要折了的话，你报纸都看不了。父母给他做过统计，15岁之前，谭纯慧一共骨折过300多次。靠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，谭纯慧学会了识字、计算，还在父亲的帮助下学会了日语。靠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，因为酷爱文学，谭纯慧开始尝试写作。每天都要写东西，每3-5天就要往回邮，就要往出寄一篇，寄一回。只要我投出一稿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我特别高兴，我做成一件事儿。
15岁之后，谭纯慧很少再骨折了，这也让他可以全心投入学习和写作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谭纯慧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。1999年，互联网为谭纯慧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非常喜欢足球，能表达出我自己做不到的很多东西。当后来我上网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哎呀，网上有大量的可以发表体育评论的这个论坛，我就开始频繁的就在这个网上发表这样的评论。因为对足球有着特别的感觉，加上较强的文字功底，一家体育网站发现了谭纯慧，并邀请他担任网络主播和编辑。在线上，谭纯慧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并且收获了一份美满的爱情。2001年的一天，谭纯慧通过网络聊天软件结识了远在四川的许迎春。那时的许迎春只有30岁，丈夫去世后带着2岁多的儿子住在单位宿舍里。家庭的变故让许迎春在当时陷入了低谷。他就得肝癌，走了，确实在我那时候很低谷的时候啊，情感很低谷的时候，我说我连我都可以这样的努力去做了，我你那一时的困难，我说那还有啥呀？真的是山的两头不行。谭纯慧的开朗、乐观和坚强，深深地吸引着失去丈夫的许迎春。她无微不至的关心，也让身处低谷之中的许迎春倍感温暖。谭纯慧也把自己的实际情况都告诉了许迎春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当许迎春第一次看到谭纯慧邮来的照片时，也着实吓了一跳。反正我当时第一眼把信拆开，看到这个照片，挺长时间，好几天，反正我也不知道说啥，反正是。但是又是那个劲儿过了以后，我又去想了很多。跟他在一起以后，生活就有色彩了。想来想去以后，就很就不想放弃这种啊。在与父母深入沟通之后，许迎春带着儿子从四川江油来到了辽宁锦州，两人的感情从网络走到了现实。你看也没多重，这个啊，这个挺小的，哇，你到点了，别出发了。还好你不重，我能抱得动。许迎春的这句话让谭纯慧备受感动。2002年，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是吧？还有很多人说，那以为那我图他家啥呢，是吧？还有的就说啊，那可能我是不是他家保姆呢？啊，那你说你要是总去面对这些东西，你就是在意这些东西的话，那也不行啊。那我就不在意那些呀。有时候跟我出去啊，我还是在意。我说那爸呀，你看那人总瞅你。我们俩就跟孩子就讲，说的这很正常。我说你要是这些看见和爸一样的人，你不多瞅两眼吗？这真的。我说的你不能因为怕丑就不出屋。也不能说的不愿意让人看，人家就不看了，所以就让他就对这些就无视了。对于别人的风言风语，一家人没有放在心上，他们都特别珍惜平淡幸福的生活。后来许迎春将工作从江油调到了锦州，在这个新组建的小家里，夫妻俩齐心协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。我就感觉跟他在一起吧，生活不会那么平凡单调的啊，我们会在一起能够过得很好，会创造出很多很美好的这样一种啊这种生活呀。始终我们都是比较昂扬的，是这样的，包括即使有困难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克服啊。因为谭纯慧常年需要依靠轮椅，外出时不是很方便。许迎春就下定决心考下了驾照，还借钱买了辆私家车。有空的时候，他就带着谭纯慧出去走走看看。整个锦州城我们都敢走了，就越来越扩大，越来越扩大这个距离。丹东啊，大连呐， 那边沈阳那边嘛，到北京啊。在很多景点，许迎春
怀抱谭纯惠的情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夫妻同心，日子也是欣欣向荣。2007年，他们搬进了新家，许迎春对房子进行了特别改造，门拓宽了，去掉了门槛，厕所马桶高度与轮椅高度一样，床也是定做的，谭纯惠能够自己上床，自己下轮椅。我们家东西都比较少，就尽量给他有足够的这样一种活动的空间，他就是也学会了一些技能，自己啊，包括我不在家，他就上厕所没问题。结婚21年，许迎春一边工作，一边呵护着瓷娃娃丈夫，照顾患病的公婆，培养年幼的孩子。如今谭家父母已经过世，孩子也已经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，这个小家就只剩下了夫妻二人。虽然已经是老夫老妻，但是生活中依旧充满着浪漫与美好。这20年了嘛，哈，情人节他都会就送花啊，他就会提前就是去把花订了。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照顾好，确实帮助很多人。看到他们有成效了的时候，就感到就特别开心。也可以讲作为一个像卡纳伯这样发光发热的人，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照顾好，确实帮助很多人。看到他们有成效了的时候，就感到就特别开心。也可以讲作为一个像卡纳伯这样发光发热的人，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许迎春说，在外人看来是自己照顾丈夫更多一些，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生活中，谭纯惠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。只要是谭纯惠想要做的事情，许迎春都全力支持。2011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夫妻俩萌生了做公益的念头。一个老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的班就有两个瓷娃娃，我想请你们俩夫妻到我这块来看看孩子，见见他们，给他们讲一讲。这样的请求让谭纯惠想到了自己的童年，夫妻俩爽快的就答应了。一男一女，后来我就跟他们讲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增加将来养活自己的本领。谭纯惠意识到，还有很多罕见病患者都处在对人生迷茫无助的状态。他和妻子经过认真的商讨，决定带着大家一起抱团取暖。2013年，由谭纯惠夫妇牵头，在当地残联的支持下，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成立了。他们致力于关爱罕见病患者和需要帮扶的群体，提供了这个固定的场所。大家来这之后，一个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，因为他从他自身吧，本身是残疾嘛。他是最能体会残疾人所需所想，所以说他用自身的行动，包括自己的内心，发展这个协会事业，更具有针对性，也更具有感染力。特别好，市场。在瓷娃娃爱心协会活动室的墙上，我们看到了最开始找到谭纯惠夫妇的那两个瓷娃娃。现在都已经26、27了，这两个。这个孩子在家里，在网上也能就是兼职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这个孩子呢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他已经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，帮助脑瘫患儿家庭建羊舍、搞养殖，使其脱贫致富，为车祸女孩筹集手术费，联系医院，让她重获新生。谭纯惠和志愿者们这些暖心的帮扶，让身处困境中的人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第一次带着他们三口人去公园去看骆驼，孩子当时兴奋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三口人从来没有同时出来过。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小名叫魔豆，旁边是他的妈妈。在遇到爱心协会之前，窗台前的这张床就是9岁前的小魔豆全部的世界。那时候我都就躺在那种小推车里边，那时候就感觉哎呀，这个世界挺奇妙的，挺有意思，挺美好的。这头发谁剃的？后来在谭纯惠和志愿者们一起努力下，小魔豆现在可以坐在轮椅上外出活动了，简单的生活也可以基本自理。
站起来的梦想也得到了实现。去年他还顺利地通过了高考，成为了一名大学生。他那时候自强不屈，然后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榜样，然后我一直是向谭大伯学习嘛，一直都是以他为榜样，然后也是想去像谭大伯，作为一个像谭大伯这样发光发热的人，然后去回报社会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因为了解残疾人的想法，知道他们的需求，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帮扶总能及时地解决被帮扶对象的实际困难，为他们点亮生活的希望。这几年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纷纷加入，让协会的力量不断壮大。更让谭纯慧夫妇感到高兴的是，一些曾经的被帮扶对象在走出困境之后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，献出他们的一片爱心。对，我但是对于你们来说，对于我也是，最大的一个标志是啥？不能把自己封闭下来，要勇于和外界接触，就是当看到他们有成效了的时候，我就感到就特别开心，我的心不能残疾，心残疾了，谁不能忘了？现在，许迎春依然全力支持着丈夫，在照顾好小家的同时，他们想要帮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反正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照顾好，家照顾好，孩子好照顾好啊。他搞弄协会了这个嘛，我感觉也挺好的事儿啊，确实帮助很多人啊。我在这过程中也从帮助人的生活也感觉很快乐。